恭喜人类。不行啊，这样下去中式遥遥无期。他们说想看你的鹰爪功照片，我可以放上去吗？都过那么久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放照片才会上职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啦，你要曝光，你不能那么害羞，真的。鹰爪功放上去，马上职业队就看上你，相信我，对吧？要试试看，帮我把这张照片寄给浩哥，或寄给谁？怎么样？你选，还是要寄给那个 Polo？ 三选一，来，要选，你要寄给谁？三个联络方式我都有。鹰爪功欸，他们看你这样上精英的，一定会觉得你很有搞头啊！真的啦，真的不胡乱，超猥琐，真的超猥琐。我要快攻他，但是我要做的很不像快攻，所以我的流程要跟一般流程很像，这样他才会以为我要快攻他，对，他才会以为我没有要快攻他。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是有点怪怪，但是你又看不太出来。像我的兵营是12人口放的，所以正常他等下来侦查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怪，他只会觉得感觉是因为这张图太近吗？为什么他的兵营，应该是因为这张图太近的关系，他可能会这样想。对，但其实我是要快攻他，我要做一个假装我要那个野 VS 的动作给他看。看我干，放那边放，那他就以为我要野 VS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哎，干！我差点按下去，我已经盖一个水晶塔在这了。这样怎么看都野 VS， 我跟你讲。十个人类有九个怪会以为哦，他野先知了哦，当我看不出来哦。跟你讲，十个有九个会以为他。那条马人完蛋了，他可能开图啊，我忘了把这一点换算进去了。他如果开图，我这场就输定了，因为我今天要放招。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侦查，他开图的可能性是有的。对吧？你看我做各种表现表那个表演，他都没有来。等一下我一过去看到门口一个碉堡，跟你讲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莫名其妙。来侦查，来侦查。哦，这应该没开图，这应该没开图。有开图的话，这时候不会来侦查。不可能看不懂啊！我的对手会看不懂我做的表情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的对手一定看得懂。我相信我对手是有实力的。我来这儿在阴影中。能量不足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领导，魂如一体，幽能网建立完成。MD 魂如，给我听妈妈的唱。
看一下有没有开图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他刚使用了一个，你们知道吗？刚刚他使用了一个打法，那个是一般是那个，他刚用了一个东西啊，那个一般是足球球员才会用的打法。收集完成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这应该没开图。看他使用这一招，可不是开玩笑，这是有点实力啊！你看这招，有没有？一般足球的那个在罚那个角球的时候都会这样子。这家伙应该是有在踢足球，不然他不会用这招。这应该是有在踢足球。我刚原本想再盖一个主堡，后来觉得我好像还没赢。其实他有的打欸，妈，没有，我线刷他就挂了，线刷刷最烈刷出来就挂了。哦，是自由球的，不是角球，角球不能这样的吗？角球也可以吧。